你谁呀？你怎么来我家的？你想吓死谁呀你？不是你是谁呀？我问你是谁呀？你大半夜在我家干嘛呢你？这不是余卫的家吗？是余卫家。余卫呢？哦，他到楼下去了。那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我刚在外边躲雨，然后就借用一下洗手间。你借什么洗手间呢你？哎，有大半夜借别人家洗手间的吗？不是，这也没多晚，这不才8点多钟吗？我都睡了一觉了。哦，不是，我一看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像夜生活过惯了的人。哎，我哥花多少钱请你过来的呀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鸡呀！不是你说谁是鸡呀？我说你呀。你才是鸡呢！你是鸡！你是鸡！你就是鸡！你是鸡！你是鸡！你会好好说话吗？我不会。你吓死我了！我不会说话了。你二百五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谁是鬼？你是鬼！你是鬼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于航？你听我说，我一朋友。他说谁是鬼？不是神经病！你们谁是鬼？我妹妹，我就忘告诉你，我挪到摩托车。没事，于航，咱能不装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我朋友，就到了。你别装行不行？于航啊，不是他有时候他跟我装，他装晕他。于航，他不像是装晕。他手都是凉的，白雪，啊，步子快，这边，他都是，这边，快点，白雪，这屋，哎，这个床，慢点，白雪你扶一下，哎，慢点，陈医生，拜托你了啊，好，好。行了，你们俩先出去吧，我们抢救病人。那个，要不然换个衣服，我来帮个忙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还没消毒呢，快出去吧。没吓着你吧？那个，介绍一下，我妹妹叫于好。我知道今天是她招的你，因为不是第一回了。我现在都纳闷，只要是我一交女朋友，她早晚得给我来这么一出，肯定得跟人打起来。然后就装晕倒，没想到今天是真的。他为什么不想让你交女朋友啊？一年半以前，我妹妹于好结婚了，我那个妹夫人特别好，心地很善良，特别爱我妹妹。新婚之夜的第二天，于好说他想吃草莓蛋糕。后来我那妹夫呢，就跑出去给他买。回来的路上走急了，让车给撞了，就没醒过来。在床上躺了一个月，人就走了。反正今天谢谢你，陪我一块儿拍照片。我家里呢就这么一情况，我妹妹现在精神上又并不是特别好。总之也谢谢你，你能陪着我一块儿来医院，这就挺难得的了。我觉得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要是回家，我就把你送回去。将来有机会就再见。我想喝瓶矿泉水。喝水啊。
放心他，把他接到家里住一段时间。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交不着女朋友吗？是因为你妹妹吗？其实我妹妹就只是其中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还有别的问题。还有别的？啊，不，不是我，我身体挺好，我身体挺健康的。嗯，就我那个问题就是，就我父母的问题。你父母怎么了？离婚了。离婚，这很正常啊。啊，这又都再婚了。嗯，就是说我有俩爹俩妈，就是完了他们对我的个人的事儿吧，就是特别非常就是很关心。也就是说。你们家挺热闹，就相当热闹。嗯，就是我对你其实挺有好感的，真的。嗯，反正我们家呢就是这么一情况。嗯，就是你看，就是你愿不愿意，就是跟我，就是咱俩，就先这么走着。搬着一个儿媳妇吧，一个公公，一个婆婆，一大帽一小帽。你将来要面对俩公公俩婆婆。行了，你别在这瞎比划什么呀，齁吓人的，就那么一比划。豆豆，我觉得你这男朋友叫什么来着？余威。你得考虑考虑。你想啊，人其他的女孩，人一个婆婆，人就够麻烦的了。你这个呢，俩婆婆还得外加一个嫁不出去小姑子，你说今后你们这日子怎么过？仨女人就对一台戏吧，你们这四个女人今后过日子那就是炸了窝了。炸窝就炸窝，四个女人，八个女人也是一台戏，又蹦不出两台戏。姓毛，叫毛豆豆，是医院的护士，学历大专。哦，你可好久没交女朋友了，哎，什么时候带家里来看看？那个，其实姚静阿姨，我今天找我爸来就是这事儿啊。嗯，就是那个爸，我妈说就是这回见这女朋友要特别正式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妈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一块儿见一下我这女朋友。余威，我看这样吧，见你女朋友，我就不去了。省得我跟你妈一见面，我们又要吵起来了，影响你和你女朋友的关系。对，你别误会，千万别误会，不误会，不误会。那个，谢谢姚静阿姨啊。哎，不客气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家。哎。以后人家答应跟你见女朋友去了。我答应了。妖精去吗？妈，我跟您一头。你说我能叫他去吗？儿子，他也得敢去，见着我他就心虚。是，要不是他，我可能跟你爸离婚。嗯，敢对待这种插足别人的第三者妖精，必须狠狠打击，狠狠打击。妈，您看一下，行吗？行，挺干净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回去，累了。杨叔叔，杨叔叔走了。我儿子跟你打招呼，怎么没听见呀？哦，那不送了啊。妈走了啊。
二十万。甭理他。我没事儿。就这人。对您怎么样吧？对我还行吧。反正对您好就行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赶紧再嘱咐您一下啊。这回见这女朋友吧，啊，我觉得挺靠谱的。您呢，可别跟前几次见那些女朋友似的，再话那么多，少说话。我不说话。那行了吗？还有，就是我爸也来，也别再跟前几次时候再跟我爸再打起来。不打。啊，那行了吗？那我走了。妖精真不来。他见着您心虚啊。高兴着呢。哎，雨薇，为什么这个地方都没人呢？哦，就这儿啊。嗯，这是我爸他们画画界的一个聊天的一个点儿。就我爸每次到这儿来啊，就把这个厅就给包下了。包了？啊。你爸是不是特有钱呢？没多少钱，他就是有这儿的那个至尊卡，五折卡。那也够可以的。你爸不会嫌弃我吧？啊。我一个月就挣2300块啊，不许嫌弃我。你放心，豆儿，有我在，我爸不敢嫌弃你。大佛寺到了，请后门下车，下车请准备。让让，下车。哎呀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下车。哎呦。哎呀。看，大耳朵挤折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，于洪水。叔叔好。嗯，就是这是我姚静阿姨。姚静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就我女朋友那个毛豆豆。啊，我是毛豆豆。哎呀，豆豆，啊，真漂亮。哦，阿姨今天没什么准备了，哎，太匆忙了，所以，只带了。不是说姚静阿姨不来吗？姚静阿姨，谁知道她哪根筋拧上了？我能拦得住吗？那就好，谢谢。那是我妈来怎么办呢？怎么弄啊？好好好。见机行事，啊！阿姨丝巾好漂亮啊！哦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姚静阿姨，是本来说那个公司忙，我就不来了。可我想你这女朋友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做家长的当然来了。你说是不是这么大的事儿？是，那是那是。哎，阿姨你好，这鞋多少钱？20。10块钱。10块钱肯定不行，阿姨，你要真要，我18给你，怎么样？太贵，这我能给你便宜，15。多少钱？15。抢钱的吧？不是，阿姨，真的。你别话，5块钱。那阿姨，你真要12给你，怎么样？12。5块钱，5块钱不卖。10块行吗，阿姨？最低要8块钱，8块钱卖就卖，不卖算了。巴黎的浪漫呢，就是那个。慢慢的浪啊，浪啊，浪！阿姨，他怎么穿拖鞋就来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那个，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豆豆，这是我妈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妈，
那个，这是我女朋友毛豆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孩子，我来晚了。来，坐坐坐。没关系。这是我的杯子。妈，杨叔叔没跟你一块来啊？他自觉，哎，不该他管的事不往上凑。那个妈，那爸，那个姚静阿姨，就我今天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把我正式的女朋友毛豆豆带来，就相互认识一下，加深一下了解。就是我衷心的希望，就是这个见面就挺和谐的，都高兴嘛。于洪水，你把你手里那玩意儿你放下行不行？你这地儿空气流通本来就不好，你抽这合适吗？孩子第一回来，你让人吸着被动瘾。再说你一人抽，我们都得闻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你抽你就别抽了。豆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这个烟呢没什么污染，现在很多人都抽这个，搞艺术嘛都这样。豆豆，我跟你说，你知什么叫艺术吗？艺术就是说吧，哎，你冬天光脑袋，夏天戴帽子，这就艺术了。就是装大野狼的意思。哼，大姐，今天气有点不顺吧？不是，妈，那个就是今天您主要不是想看看豆豆吗？想跟豆豆聊聊。对对，就我妈挺愿意跟你聊的。豆豆，我跟你说啊，于卫回来老跟我说你，就说你好啊，是护士啊，我是护校毕业的。那于卫，你说这孩子你算找着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做老婆多合适啊！这个，你说你万一找一那花里胡哨的画的，好家伙，最后跟妖精似的，倒霉一辈子。大姐，你骂谁妖精呢？你别指桑骂槐的啊！这捡吃捡喝，你说这还要捡骂的？好，我今天啊跟你一般见识。二般见识我也不怕呀。你这就不应该来，我们家这事儿你跟着凑合什么呀？我当然可以来了，我是于洪水的妻子，我虽然是继母，但我也算是于卫的妈。你是妈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其实这事儿太可笑了。你生过他？我怀孕怀了十个月，我把他生下来，你成他妈了，臭不要脸！你骂谁不要脸的？你骂谁不要脸的？你要脸，你要脸！你这正式场合你蓬头垢面，你还穿着拖鞋，你早说一声啊，我给你带几双来呀。你带鞋我也得敢穿呢，你那什么鞋呀？破鞋！你骂谁破鞋呢你？哎，我这鞋便宜不是吗？干净。谁不干净了？你不干净，你干净你偷鸡摸狗上我们家插足来。我们那叫爱情，爱个屁！如果你跟于洪水感情好，我就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也插不进去呀。你不瞧瞧你那样子，走在大街上跟于洪水般配吗？不甩你甩谁呀？你干嘛呀你？打你！打你！打你！哎呦妈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见笑了，没事没事，不是说好不来不来吗？这怎么又来了这妖精？你诓我呀你！那他说他不来，结果他来了，那我哪知道去？太坏了，这人太坏了！我跟你说，诚心的，这一切他都诚心的。阿姨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你说这，我说不让你来，你非得来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吵成什么样子！我也不想吵的，你也看到了，他到现在都对我耿耿于怀，说白了。他就想让我难堪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曹新梅的牙被磕断了，这下你高兴了，人家女孩不被你们吓走了才怪呢。我看您那个 SM 片了，您那个牙已经磕掉了，现在有炎症，咱们先消炎，等消完炎以后再镶一颗牙。哦，我这牙根呢？牙根也磕掉了。牙根也磕掉了？您那个牙本身就是坏的，它不经磕。
怎么回事？漏风，疼。我妈磕掉这牙就在这儿，就这牙还能用回去吗？这牙不能用了。不能用了。对对对，得重新镶一颗。哦，那镶一颗什么是最好的呀？最好还是种植吧。最贵多少钱？好的，10000多吧。啊？那10000多？有便宜的？10000多？便宜的8000吧。疯了吧！你这8000块钱镶一个牙，你这是金的呀？这是医院的统一定价。哼，那行，那我把牙给你，你把钱给我，对不对？要这么说的话就没劲了。他哪有这现在这医院？人医院规定嘛。原来我最早时候我们上医院里，那公费医疗就是200来块钱一颗牙，这要10000来块钱。你这您牙，您说好了吧，留一终生纪念啊。阿姨，我给您先开点消药。对对对，我们先把炎先消炎，先消炎，消炎消炎嘛。这个漱口水，反正饭后用。这个消炎药，这个是额外上写着一日三次，饭后吃的，饭后半个小时，这个晚上临睡前吃，一片就行了。大小区的这医院太贵了，挂号要30块钱，你们钱烧的吧？妈，赖我着急了。选的那个哪个医院离家近，去的哪个？身体要紧，不差钱啊，妈。还是太贵了。没事，阿姨，您要实在嫌贵的话，就到我医院去。我医院还算是便宜吧，我想一颗牙200多，差不多300多块钱吧，你看行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豆豆啊，上次我听电视里这么说的，说这个牙吧跟脑神经连着，这牙掉一颗，你看我这脑神经就不定搭哪儿。不会不会，阿姨千万别这么想。毕竟这人太阴险了，我跟你说。等什么时候我见着他，我把他嘴扒开，我把那牙弄出来。哎呦妈，你少说两句吧。那我怎么跟您说的呀？那结果还是穿拖鞋去了。您不是说少说话吗？那也赖我，我也没算着，姚静阿姨会来。那不能，那见面刚说两句话，那就伸两大爪就过去抓人家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豆豆真是的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太对不起了。没有。我平常脾气是急点儿，但是我也不是这样人呢。我该斯文的时候我也很斯文。我知道，于飞跟我说过了。就是，你看我这平常说话吧比较直，但是我嘴对着心，表里如一，我特别好相处，人都这么说。我妈原来在单位人缘好着呢。是不是？这回不是那么回事。我平常我也不骂人呢，姚静把我逼急了。你看我这样的话，真的是挺丢人。这回是真急了，真的。例外。豆豆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看这次，你别害怕。我不害怕。哎，我妈善良。我跟你说，妖精这东西，这太歹毒了，这个人，你可千万躲他远点，这人不行，恶毒之极呀。哎呀，哟，老神经开始疼了。哎呀，搭上了。躺会儿。阿姨，您那个，您躺会儿吧。杨叔，杨叔叔，这是我一位女朋友毛豆。毛豆豆，叔叔好。我说你也不看看保质期就让我送人啊，都过期3月了。哎呀，当面就给退回来了，真丢人。你冲我嚷嚷什么呀？这是你儿子杨一凡寄来的。他半年前就寄来了，你非得藏起来呀？家里的好东西都要藏，藏的你。非得藏得发霉发烂你就高兴了是不是？越说你越来劲儿是不是？家里有客人没看见呀？你不嫌丢人，我嫌丢人。你还嫌丢人呀？啊！可你知道这东西有多重要吗？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不起啊，毛豆。没事，真对不起。没事，就商量。那个，儿子，没事，没事啊，不用惦记妈，没事。跟你说，你甭看他这样，怂着呢，他怕我。甭惦记妈，你先走了。阿姨，你好好休息，别多说话了啊，注意休息。哎，对不起，毛豆。没事，儿子，你甭惦记妈，妈这都挺好的啊。再来啊！哎，药都吃了啊。放心。反正呢，我们家这人是彻底丢大了。暴露的是彻彻底底，干干净净。就是我亲妈为什么骂我二妈第三者，
因为当年我爸爸花心出去写生的时候，却跟姚静阿姨好了。后来我妈知道了，其实本来我妈不想跟我爸离来着，可是她个性特别要强，就跑到我爸他们那个书画院去闹腾，就闹腾大了，让我爸爸觉得在单位很没面子，一生气就离了。那年我十二，于好十岁。后来我大学毕业，工作了，于好也毕业也工作了。我妈就想再找一个，结果就找着杨树叔叔。正好杨树叔叔的妻子刚刚过世，俩人就结婚了。其实我妈跟杨树叔叔结婚，我知道她心里也不乐意，将就着过了。再之后就我妹妹于好结婚了。我妈结婚之后，我妹妹结婚之后，我开始考虑我的事儿。在你之前，我相了三回亲，全跑了，吓跑了。你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。我知道，这么说吧，你要是真想撤，迟早有一天会嫁给他，跟他结婚，生孩子。他老了以后，两个人住在一大宅子里边，等我们死了，能安安静静地葬在一起。人这一辈子，说长长，说短也短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初恋，可能都是这样。下雨，雨下得挺大的。我睡得特别沉，睡得快十一点。我一睁眼起来，看见李如秋坐在那儿，然后他突然对我说：“他说，豆豆，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。”喜欢上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的家族是做生意的，做得非常大。
能帮到他，帮到他很多，所以很快他就和那个女孩去了美国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但是好多年，我忘不掉雷若秋，真的没办法忘掉。唯独拒绝别人给我介绍对象，真的，因为我心里这个阴影始终抹不去。我对男的不再信任了。后来是我爸跟我说的，我爸说：“豆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让我们非常心疼，我们不想看到你这样，你这样会得病的。”他们劝我要坚强，其实我自己都无所谓了，我只是希望别再让我父母难受。如果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那我就去相亲吧。但是相归相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对男的总有一种不信任感。我觉得天下男人都这样。其实，天下的男的也不全是这样。真的，豆豆。就是想乐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个豆豆，你明天干嘛呀？明天啊，上班啊。啊，对，我明天也上班。那你晚上呢？晚上我没事啊。我明天晚上也没事。你想讲什么吗？我就是想说，就明天咱俩可以晚上一块儿都没事。我到家了。那明天打电话，我给你打。哎，豆豆，我有个请求，你都见我们家人了，我能不能也见见你们家人呢？这个问题好像很严重哦。我考虑考虑。什么结婚？你想结婚就结婚啊！太不拿结婚当回事了，你。妈妈，你问问你爸爸，我们那时候结婚，我们还得单位开介绍信呢，还审查呢，跟间谍一样。都什么年代？什么年代呀？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我现在是要娶秦素素。秦素素什么人呢？我们可是正经人家。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秦素素不就是在夜场唱个歌吗？怎么就不正经了？这是什么思想啊？哎呀，你说我们是什么思想啊？啊！你结婚可以呀，总得两家人见个面吧。
他到底他们家是什么人呢？不是妈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家没有人了，他的父母已经走了。不是毛峰，你去问问，总不可能都死了吧？死光了，什么病啊？我哪知道什么病啊？兴许还是遗传病呢。好了妈，我28岁了，我要结婚了，这很正常。结婚怎么了？家里还会喜气洋洋。毛峰，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高兴，让全家都不高兴，这是大家的事情，你不能太自私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爸妈，我结婚了了你们的一桩心事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就不用老盯着我了，可以盯着我姐了。以后光宗耀祖的事情全在你了，对不对？什么光宗耀祖？你别推我，是要说你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毛峰，你以后娶回来媳妇儿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的。你现在娶的那叫什么呀？那秦素素，整天到晚的这个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，你想让我们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我们以后也是夜猫子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不谈了，反正我们结婚以后，就算你们不让我们住在家里，我们可以住在街上去。啊，你结婚在我那儿住一月？就一个月，真的，蜜月以后我就还给你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不是素素，就是其实你结婚的话，你不用非得住我这儿，你外面你租个房子，你们俩也能结婚吗？不是，我真的我租过了，我找了好多没合适的，这不是着急结婚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素素，不是说我以为我不想借，就是什么，就我那房子吧，你看。就是他不光是属于我的，他也属于我妈，属于我妹妹的。对，你看有时候我妈也常来，然后我们于豪也常来。于伟，你别说了，我但凡我有一点办法，我都不会来找你。你说，咱们俩从幼儿园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这么多年的交情了啊，你说我的事儿，你也都知道。不是你先别哭行吗？不是，在我这不是我这不跟你商量呢吗？你说你一见面你跟我聊这事，一见面你跟我聊这事。你说我一个人在这游泳这么多年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们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。说句心里话，有时候连个说话的人、照顾我们的人都没有，我真的对不起游泳。你就算看在悠悠的份上，你也应该帮助我，是不是？没说不帮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跟豆豆好，我也有一点点功劳吧。那是。再说了，我老公毛峰他是豆豆的亲弟弟啊。你想想，你要是帮了我，不就等于帮了毛峰？你帮了我和毛峰，其实就等于帮助你自己了。你说是不是？这么下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呀。毛峰他爸妈同意啊。同意，他们家人全同意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就结婚，我不会来求你的，真的，我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于伟，你真的得帮助我，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？